你好，我是 Dino， 今天我们来到了成功大学学院 Berjaya University College。成功大学学院成立于2009年，地点位于吉隆坡金三角地段内 Berjaya Times Square West Wing 的11楼，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发展礼待业、烹饪艺术、旅游业、服务业等高等学府。学院提供的5个科系，包括基础课程到研究生课程，皆以独特的成功融入教学法带入。除了学习理论，学生有各种机会体验实体工作。校园与超过80家合作的酒店、无数的餐饮中心与国际品牌零售站与机构等，能让学生在未毕业去实习，并体验真实雇主们的职业课堂、工业参观等，让学生们亲身融入真实的职业世界中，这也是学院的优势。成功大学学院的酒店、餐饮业院校拥有世界级的先进完善设施，为学生打造最佳的专业学习环境。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系以5星级的模拟酒店房作为教室，从日用品摆设、酒店房间装饰，再到床铺的床单材质等等小细节，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实的展示给学生看。酒店与礼待业实际上也是一门生意学，因此 Berjaya University College 在培养商科精英也是非常出色的。 Berjaya University College 的商科系包括会计与金融科、零售管理科、业务管理科、多商业学，或对创业有兴趣的学生都适合选修。旅游系的话，除了有教室提供完善的旅游教育培训，学院更运用校园周边的会展中心、文化及文物古迹和旅游景点，让学生在现实生活的行业与商业环境下学习体验。此外，成功大学学院也提供传播文科，培育学生沟通、表达、演讲与写作等技巧，毕业后的学生可往公关与传播界、行销推广业等发展。在烹饪艺术学系涵盖了艺术一词，因为要烹调高水准的美食，不只是做菜果腹那么简单，烹饪需要创意，也需要让吃的人赏心悦目且吃得幸福。学生毕业之后也不仅局限于厨房，他们可以往美食评论家、管理层等其他方面发展。因此学院院校细分了各个课程所需要的上课场景，好让他们能够更专心地学习体验有关餐饮类别的最高境界。要学习冲泡各式各样的咖啡还有茶，就在这一间模拟咖啡厅。这里这么有气氛的吧，是平时让学生用来练习调酒还有招待客人。调酒实验室则是让学生通过品酒来认识酒的浓度、味道还有类型。至于烹饪的厨房也是很精致的，不管是西餐、亚洲餐还是本地美食的厨房都是独立分开的。就连做香肠呢也是很讲究的，一定要到 Sausage Lab。 饭后甜点当然就不可少，学生来到 Pastry 厨房就是要专做甜点。来到 Bakery Lab 当然就要制作面包咯。专精学习后是时候验收成果了，学院的模拟餐厅是学生实际训练的最好地点。餐厅全由学生一手包办，提供美味的多元餐单外，也热情地招待客人。无论是服务员、厨师还是调酒师等等，都让客人感到宾至如归。学生同时也能进一步地了解到餐饮与礼待艺术。Samplings on the 14 餐厅平时对外开放，所以学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客人，这就是很好的实战经验。他们从友善及训练有素的讲师与专业人士身上获取最佳的知识与技能。学院也不时会邀请世界各地在各自领域大放光彩的大师大厨前来授课以及现场操作，激励学生为自己设下更好的目标，放眼迈向国际水准。不管是从理论再到实践，成功大学学院呢都全方面的给予学生最好的教育。我相信在这里上大学的学生呢，一定都是天天过得非常精彩还有充实的哦。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同学可以浏览成功大学学院的官方网站以获取更多的详情。我是 Dino，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